着号沈腾。他放屁了，我的天哪！我等一下，吴君如，吴君如，妈呀！你在那儿？就是你把人家名字搞错。哇，你好尴尬哦！好尴尬哦！你好尴尬哦！哎，别说话了。我改程程，希望你早日能够成为你最想成为的那个人。破折号沈腾。事故了，拉大幕，拉大幕，拉大幕，快出事故了！今天看到的都不准说出去，拉大幕。说出去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看前面，来，开始，开始，太狠了，这个。不是你这是戏呢还是真摔了呀？不是，你怎么笑？这鞋太滑了。那这个不是戏是吧？这纯属意外啊！地表最强，对方朝下，绝对不可能，贾玲必胜！怎么破了呢？啊，老师，我是劈破的。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老师就懂了。哦，原来是劈叉劈破了。你表演一个劈破嘛？马上能破，算你赢。劈破劈破，我们今劈破，我们今天劈破就算我们对。对对对对对，马上劈破，劈到破为止。劈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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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劈破。真破了啊！真破了啊！真破了！这个词有效，这个词有效。算我们赢，我们赢了吧？我们认，我们认。不是，怕了吧？劈破了。哎，我们自告奋勇一下，谁劈叉厉害，先到头前面。来了啊！来来来！废话了，男儿当自强，当自强。男儿当自强，男儿当自强，当自强。开了，已经开了。地炸了！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开始！四、三、二，开始！二，开始！
开，分开。No！ 他放屁了，我的天哪！Sorry， 哎，超哥，我就在你后面，超哥，后面，我在面前。可不可以把袋子都给我？我求求你们，真的，人生中最失败的一刻。时间到。来五个字儿，小彤，收费的，五个字儿，收费的，五个字儿，怎么回事？不是，这是董事长的女儿，艺人们怎么有今天的？五个字儿，收费员，五个字儿，我就受不了了，五个字儿。知道为什么要选人了吧？你以为把收费者换成收费员就变了吗？变成五个字了。不是不是，那个公路那个高速的收费员，五个字，六个字了，你要。小高速收费员，是你想通了吗？为什么你父亲不把这些钱留给你？那我猜对了没有？说一下，确定一下。高速收费员。华晨宇，姐，我要爸爸，我要爸爸。拼命找爸爸，也只在不哭的拼命找爸爸。花花小童，对，花花小童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其实，我真的从小看过一部剧，从小跟我。姥姥姥爷爸爸妈妈一起看过一部剧叫走西口，我特别喜欢那部剧。你说错了吧，那个那戏走西口是走西口，我记得是杜淳吧还是谁啊？哦，不是吗？是吧？不是，我那叫闯关东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没有，不是，真的不是。小三明明是冲正马来的，那怎么能像一个胆小鬼一样逃走呢？你好，你放心，我就是背你，也能把你背到关东去。啊！这话说啊，这话说也就是几年前的事情，不怪你，也就是不怪你，与其不怪你，因为走西口啊，在闯关东之后，所以再往前你可能太小了。闯关东啊，不错了，哥，哥改叫哥吧。就是。气死我了你！这不知道庆余年，不知道庆余年鸡腿姑娘。庆余年不知道，没看，你去。再给一次机会吧，第一个就错了。天哪，又不认识？这我认识。说，说我可以吧？这我认识。说呀。哎，张歆艺二姐。就。对，张歆艺你也不认识？周深，你平时在干嘛？只关注我的节目吗？这样，我们承认我们输了，我们就想考验一考，我们就继续翻，让周深得罪整个娱乐圈。林姐，哎，那个什么，美人鱼那个，哎呀，三个字儿，张雨绮，什么？哎，张雨绮，张子绮，张雨绮，张雨绮。周深谁也不认识，没办法。连春游少年都提醒他了，看不下去了。来，这个。耳朵里塞着小喇叭。又不认识啊？张含韵。这太明显了，我还有他微信。张雨绮。对，周深果真谁也不认识。终于知道我微博关注1000多人有道理了。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周深，你没认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呢？
是我的问题。你眼睛不太好，最近得了一些眼疾。宁姐，跟我一个姓，跟我一个姓。叫你不跟我一个姓。周震南，这是周震南。哦，周震南。周震南，他憋出一个 Justin 都是现学的。黄啥？黄明昊，黄明昊，黄啥？周震南，周震南。哎呀，不知为何，春心明月乱我心呐。三二一。啊，刘亦菲吗？不是，已经晚了。你知道是为啥要换多少钱？你刚想说谁？像不像黄圣依？又像不像佟丽娅？对，眼睛好。周深啊，来准备开始，五四三二一。我知道是谁。天哪，黄晓明。对啊，我以为是胡先煦。你认为是谁了？他根本不知道是谁。我没认为出来他是谁。哎，我现在知道是短板了。嗯，我就是看，我不认人，我脸嘛。近视眼。难怪我第一集写的眼力劲儿一颗星。眼力劲。这是谁啊？这是尹正哥。错。林更新。错。啊？李现。李现。哦，是李现。李现的律师函来喽。这张照片是你们从什么渠道拿到的？开始，开始。五四三二，这个是九年代随便猜，是个这个女明星，是那肯定，那要不然呢？姚晨呢？错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林子李，林子李，小声点，不要说，林志玲，但跟现在是跟现在看的不太像，这不是弹钢琴的，咋不可能弹？林志玲的，对啊，林志玲，我们不像，不像。我们后面都猜出来了，都不能提醒。我们猜出来，都猜出来，不能太近，得稍微远一点。对，那还是没猜出来。没，这是林志玲吗？是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怎么觉得不像？他主要照片不会说话，要不我们一下能猜出来是林志玲。开始，大家好，加油，萌萌站起来哟。你的掌声。开始，三二一。张一山吧。张一山。张一山呀，对，玲姐答对了，张一山。你看他这个表情，你看张一山小时候这种不可一世的样子。我刚刚又觉得有点像邓超，对，我也觉得有点像，是不是？有点。有邓超的意思。三，二，我知道。那个谁，那个李易峰。那不是，那不是。张艺兴，张艺兴，还有呢？接近了。他就知道这几个，剩下他不知道了。跟您的搭档一个姓，蔡文姬，蔡文姬呀、啊！一起告诉潘老师这是谁？蔡文姬。啊，好，下节朋友请看图。三。二，一，答案是，我再给你三秒，三，二，一，答案是，没，你给他三年都没用，请回答，欧阳娜娜，回答错误，哎，这谁，张柏芝小时候。杨超越，杨超越，唱啥的？唱歌的呀，某个组合什么火箭少女里边的是吧？三，我等一下，一，吴君如，吴君如，妈呀，这是个男的吗？王一博，你完了，我看不清，这个错的有点太离谱了哈。实话实说，一博这张好像美颜有点重啊。来，程程，三二一，张伟，张伟，张伟，谁说张伟？张伟，大张伟，小张伟，小伟姐，
你不是包场了吗？包场了吗？怎么？张伟，哇，这咱们冯飞飞的那个张伟怎么就过不了呢？山顶洞人也没有那么吃字儿的。不是，这个我能作证，张伟以前确实叫张伟，是不是？他说的是张伟。张伟。我采访一下子子毅，我请问你的哥哥在哪儿？啊，子毅在那儿。就是，你把你的鼻子搞痛。哇，你好尴尬哦。好尴尬、哦。你好尴尬哦。哎，别说话了。你成功演绎了老眼昏花这个词。赢定了，赢定了。